今天我们要拿的是白玉荷，可能大家以为是荷叶，有点像荷花那个叶子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炒鸭子，那我们这边就喜欢用这个荷叶啊，不是是这个玉荷，用来炒鸭子特别好吃。我先拿这一批，哎，好了，就拿那么多吧，拿太多了那个鸭肉就不香了，因为这个它会吸收那个鸭子的那个香味。哎，下雨了，就拿这个当伞了。一盒拿回家了之后，把这外面这个皮要剥掉，这个皮是不能吃的，其实这个皮挺好剥的，撕一下就掉了。这个不脏，随便过一下水就行了。一盒我们切大块一点，因为这个比较缩水比较严重，稍微切大块一点，待会儿炒的时候它就缩了一点点。这是之前我们杀好的鸭子，这是土鸭子，我们自己养的。用玉荷炒鸭子一定要炒这种土鸭它才香，如果是那种饲料的鸭子就没有这种味道。加点我们自己酿的米酒，这样可以去除那个鸭子的腥味，然后炒出来鸭子会更香。放点辣椒在里面好吃一点。好，现在用水焖一下，不要放太多，一点点就好。鸭子煮到七成熟左右，我们就再把这个玉荷倒进去，把它盖在这个鸭子上面，再把它盖起来，再让它焖一会儿，然后等那个玉荷软了之后我们再炒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把它翻炒一下，再把鸭子倒进去，我们再把它跟这个玉荷一起焖。哇，好香啊。锅了，香喷喷的玉荷炒鸭做好了，好，炒完饭去了。